兄弟们休息了好几天，今天终于抱上戏了。今天我们来的呀，不是个大组，是个纪录片。兄弟们，导演看人真准，让我演乐师，我都不用道具。在古代怎么说，那也是音乐鬼才啊。哇，今天这盒饭好油啊，比我汉哥还油。先盖饭，这么大罐蛋。就吃这个啊。再来个鸡腿肉。香迷糊了。再来口干豆腐吧。这纪录片的盒饭不比大卤差啊。那个商务一直喊一人一份，给我看看有没有多的。果然有多的，第二份都请。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饭里了，盖饭。哎呀，搅拌均匀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西红柿炒蛋，我的主场。靠西红柿炒蛋就能炫一盒米饭。希望自助盒饭就按这个味道卷起来。鸡虾饭有可口，干活才有劲儿嘛，对不对？兄弟们，打完之工啊！兄弟们，演乐师还有法器呢，快吧！哎，当你个当，当你个当，当你个当。三只羊，你看。三只羊。那你完了。三只羊月饼怎么说？沸羊羊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？这是美羊羊吧？兄弟们，我以为乐师是个翘活呢，他也不是个翘活呀。不，还有个名字叫仪仗队，一直来回走呀，哎呦，腿都酸了。哎呀，看这马都累趴下了，罢工了。这牛马还得接着干呀。